有没有声音了？我们别去别拥抱，那又怎么再方向？爱情来不及变了，又送着风了却无效。I'm just a gunner for you, baby. As in growing, saying that I'm Judas, baby. Judah, Judah, ah, ah, Judah, Judah, ah, ah, Judah. 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老酒鬼就喝这个小米酒。Lucky not a young. What? My ball. My ball. Saya andung amaku.Asahaya bak makulai Nasa 好像贵子孩子要蛮大要十二个十八个都没有关系 OK 谢谢哈谢谢你们你们就哭了好不好我们有生日幸福快乐的妈妈的妈妈哎呀，真的成功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好长的睫毛。成功了哎！That's cool! That's cool!
好，首先邀请一号，来自泽仁村黄恩宇，今年18岁，目前就读清华大学，平常的兴趣是唱歌，加油哦。欢迎二号，这是来自华林村陈以琳，今年18岁，目前就读于至善高中，平常的兴趣呢也是唱歌跟跳舞，加油。来自泽仁村陈凡璇，今年16岁，目前就读于自平中学，平常的兴趣也是跑步、唱歌以及跳舞，加油。好，四号来自回归村高静瑶，今年20岁，目前就读于四星大学新闻系2年级，平常的兴趣也是唱歌跳舞，加油。5号李子林来自华林村，今年19岁，目前就读于至善高中，平常的兴趣也是唱歌跳舞，希望你现在有不错的成绩，加油。好，6号柯子学来自罗浮村，今年19岁，目前就读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1年级，平常的兴趣是声乐以及钢琴。7号谢迪亚来自三明村，目前20岁，目前就读于台湾大学，平常的兴趣是唱歌以及跳舞，加油。好，8号简龙君来自三光村，好，目前就业中，平常的兴趣是跳舞，加油。9号李雪儿来自华林村，今年16岁，目前就读于启英高中，平常的兴趣是唱歌以及跳舞，加油。10号赖小妮来自三光村，目前17岁，就读于全桥高中，平常的兴趣是唱歌以及舞蹈，加油。12号罗浮村曾廷熙，目前23岁，就读于台北体育学院，目前任职于动态艺术系，他平常的兴趣是现代舞、芭蕾舞及杂技，加油。13号高逸婷来自葵葵村，今年20岁，目前就读于长庚科技大学，平常的兴趣是唱歌以及舞蹈，加油。14号苏晴来自泽仁村，今年18岁，目前就读于高中毕业，平常的兴趣是唱歌就学当中，加油。15号黄若平来自泽仁村，今年16岁，目前就读于新生一校，平常的兴趣是唱歌以及跳舞，加油。
16号陈恩弟比赛打理，来自我们哲人村。今天是新春。18号谢菲比，今年21岁，来自三林村，目前就读于东吴大学，平常的兴趣是唱歌以及舞蹈，希望今天我们做的成绩表现，加油。Thank you.
我也是泰雅族的。雅鲁鲁，雅威斯坚构，我的名字叫雅威斯，我爸爸叫坚构，爷爷是牧师。是龙头吗？龙头。道，道的祖宗。